是夕瑶姐姐，你昏迷的这些天她一直在为你祈福呢。没事就好，没印记，让姐姐看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心里也很不安。年轻人总会有许多烦恼。放心大胆的去吧，我支持你哦。还有我和小海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怎么样，做好准备跟我一起去云锤了吗？阿庆哥没什么可以交代的，你只要记得常回来看看就行。还怎么成疯婆了？记住，人不狠，站不稳，不准被人欺负。一路顺风。哇，刚刚的大浪总算过去了，再给我找点吃的吧。小家伙不一般，你是它的主人吗？它从来都……无名为靛蓝之火苍渊。童光，姐姐，不是和你说过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你是童光的姐姐啊，你好，我是。保护好童光，
通明，抱歉，我来迟了。童光被人掳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帮你找到童光。嗨，是黑帝神像，苏兰港口到了。这个港口是苏兰通往赞海的唯一出口，听说海那边有一个神秘的国度。黑帝女神像由期望平安的百姓以虔诚之心所铸造，历经千年，他始终站在苏兰港口，静默地看着这个港口从贫瘠到繁荣。来来往往的商人、水手、冒险家是这里的常客，他们从祖先的血脉之中继承了对黑帝女神的憧憬，也继承了对冒险的热爱。踩在陆地上的感觉真是太好了。冒险家哪听说过会长年轻时候的？你也喜欢冒险吗？想通了要跟我做冒险家吗？你怕最近苏兰各处异象丛生，你们要多加小心。诺言不可轻信。看到那边的使者没有？和他对话就可以开始挑战了。撤！看到边上的闪电没有？猜猜要是那头蠢鹿跑进去了会怎么样？现在我无法使用这个技能，注意他，我需要靠近一些。
考验你眼力的时候到了。注意看他们头顶的名字，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目标。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展现你娴熟风骚走位的时候到了，到我这儿来，别碰那球。你已经受到重伤，可以打开背包，使用里面的回复药品。试炼会越来越难，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。利爪为器，狼血为技，我需要你用吧。荒流之力，诺言不可轻信。未来未必注定。你表现得很不错嘛！黑帝的人工照，这四帝炼境当初是由神域书院的一位高人布下的。冒险家哪能怕风浪过？年轻时有哪事儿？听人说，想发财来苏兰，这里是商人和冒险家的乐园，每天都有人一夜暴富哎。按住鼠标左键可拖动地图，使用鼠标滚轮可缩放地图大小，使用右上角的搜索按钮可模糊查询 NPC 所在地，鼠标左键点击 NPC 即可进行寻路。
人多的地方一定有财神爷在微笑。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听说帝都房价又涨了。听说这苏南五燕艳绝了。4年前在帝都的房子，现在翻了8倍。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买卖。话说千年之前，圣魔作乱，那是血流成河呀。这圣魔本是玄水天才祭司营召唤出来的灵兽。真的假的？最近这怪事闹得凶，小鱼没得。那怪鱼有船那么长，被咬的那人。那怪鱼可吓人了，尸体摆在这里都没人敢碰。最后还是西风少爷给弄走的。喂，别靠近！这伤人的怪鱼和海妖一定脱不了干系。本以为能发大财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师兄常说，
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上次来这里的时候，听说帝都房价又涨了。听说这苏南五宴，这么多人想知道的消息，还不值顿酒钱？你看，你看，那不就是童光拿过的海螺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世上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两位，留步。大人，就是这两个家伙，是他们还……两位，请跟我去城主府走一趟，带走。你们在苏兰鬼鬼祟祟，多方打探，如今却说与你们无干，信口雌黄！居然敢抗命！我需要一个目标。城主，我需要一个目标。他们怀揣着英雄之梦，这罗霄中凝结了来自海底冤魂的深重怨气，浴血锁魂与他们无关。快回来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罗霄来自我西族，后续事宜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便走吧。此事我玄水教自会处理，还请各位不要介入，以免无谓伤亡。
我们逸仙阁虽是歌舞，让主人感到幸福。装神弄鬼，给我揭穿他。力量只有在可感知可操纵之时才对我们存在。天地万物皆蕴含力量，强者即可掌控万物之力。点击任务追踪面板中的 NPC 名字，可进行自动寻路。